女子组一百公尺决赛。好，比赛开始，今天七名运动员，一百公尺决赛，现在目前要通过十名来第五名的第四名，七点三，看看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个，还有我们最后得名的是哪一个班级？好，七年级李真祖一百公尺决赛的小兵，为什么？好，今天男子组百公尺决赛已经开始，现在目前要第一个经过我们司令台的是第五跑道七点三八的同学，现在他是不是已经保持第一名进去了？到了我们终点之后，我们看一下。冬天的会议是什么秘密？欢迎新队员，老同学，现在在跑道准备哦。我在第二，我看到了。好，比赛开始了，二年级女子组一百公尺决赛，来看看，来第一名，恭喜！好，这边今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现在目前为第一个经过这一台的是第一跑道，我第一跑道八点八八，大家是不是知道最后的终点？接下来的比赛呢，是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赛程的压轴。三年级女生组一百公尺决赛。哎，不要再进化，我再过了。好，三年级来。